有请下一位。大家好，我叫张俊豪，我今年三岁了，我来自山东淄博，这是我的宝贝，我要和我的宝贝一起表演节目。你一个人表演吗？我和我的宝贝一起跳，表演随便跳。随便跳舞啊？哦，那你能告诉我们你拉的那个箱子里边是放的你跳舞需要的东西是吗？是。这你还能告诉我你是弟弟还是妹妹啊？弟弟。先给我个望远镜了，我看不清楚。好啊，那你是想现在就给我们表演你的随便跳舞吗？行，我这里有一个遥控器。哦，遥控器。哦，遥控器啊。你这遥控器是遥控我们的还是遥控他们的？评委，你需要帮助我按音乐吗？哦，我帮你按音乐是吗？是啊，没问题。来来来，他需要我给他按下音乐。是这意思吗？慢点，接他一下。不用，把他丢下来了，不用下来，你把遥控器拿就行。哎呦，哦，这让他自己，人家是男人了，男人，天哪，了不得，男人自己来。哎呦，了你把他摔了，给了我遥控器。哎呦，这个要什么样的培养才能培养成如此淡定？哦，他还真有音响，是有遥控器。那是音箱。这么硬的歌唱得这么软，准备了啊，再来变。
还是那个。好。好好好。向您好。这是智能的吧？怀疑它有芯片是吗？对对对，你来过这里吗？没来过。你怕吧？不怕。哟，将军好，你告诉我们，你这舞蹈是在哪儿学的呀？我和妈妈在广场上跳广场舞，爸爸妈妈、姐姐，还有闪闪，还有奶奶。哦，他去跳广场舞。就是他是广场舞大妈的后备力量。对，嗨，不得了。第一次到广场上跳舞是大概是几岁？十个月，十个月会走了。每天都去广场上跳舞吗？对。下雨天也去吗？他在嘲笑你，觉得这个问题也嘲笑我。他说下雨怎么能去呢？这个叔叔为什么这样问？他这个意思。我明白了。特好玩，太可爱了。你几岁啦？三岁。三岁。OK， 你要这样问，三岁了对吧？那么你几岁开始跳舞的呢？那么你两岁在干什么呢？你两岁在干什么呢？又在嘲笑你了，他又在嘲笑你。你为什么一直嘲笑我呢？不知道。你嘲笑他？他不需要呀。弟弟，你嘲笑他。你嘲笑我。那么如果你不介意的话，我很想问一声，你为什么要跳舞？因为我喜欢跳舞。我跳舞的时候，妈妈就笑。妈妈说明笑就是幸福。豪豪，你告诉我你的梦想是什么？我的梦想是，看到我快乐的男都幸福，你幸福吗？他平时在家会这么问你吗？平时会呗，因为他喜欢看大耳朵图，会有一集演就是幸福是什么。我们应看在你经常嘲笑我的面上，所以我非常的开心，所以我要给你，咱们一块儿给吧。对对，出彩！谢谢李老师，你太可爱了。好，你现在可以回到你的星球去了。再见。慢点。怎么回家见妈妈了？天哪！哎呦！这个！再见！看着！再见！快来！太棒了！你知道他们给你三个这个是什么意思吗？什么意思啊？出彩中国人！